攻击。 起点世界，电台，和平，以及人气。到您发射中，请分站到此，请来一下。 天了呢！我们还没摆脱导弹来袭，一定要躲开呀！我。 我们暂时安全了，阿年，但没有别条路能走了。炸烂这些挡路的垃圾，我们从这儿过去。你不会连怎么开枪都忘了吧？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最后那样，懂了吗？果然不太平。天了呢，怎么连这里都有？ 老规矩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负责干活，我负责藏好。棒棒棒！定，继续攻击。那是长臂特工，非常时期才允许开启。很显然，我们就在非常时期。快过去按一下电门，我可够不着那么高的地方。 那是，就是这个吧。我选择的这条路径有两个好处：第一，它通向陶工小姐走散之后的大致方位；第二，这里埋伏了起点的武装，数目不多也不少。我想适当做点你以前习惯的事情，肯定有助于恢复记忆。 不太平，就是这里，卡住了，不会吧？定，继续攻击，就是这里，他在这儿，快去报告管理员，再派点人手。现在。 我来教你点真格的。
子弹时间到！果然不太平，就是这里。正在装填，别想逃！怎么样，感受到食盐驱动的力量了吗？这儿地面上布置了电磁约束装置，原本果然不太平。等我换完弹，你们就发现你的弱点完蛋，你们就惨了。发现你的弱点了，一看就知道在这里。刚才那种自立自立的陷阱前面有更多了。那不叫自立自立的陷阱，那是电磁约束装置。总之他们被布置的满地都是，好好利用也许事半功倍。发现你的弱点了，就是这里，别想逃。就是这里，诺诺，和我一起。前边就是广播站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就跟我们。我的老秃灵，原来长高了的世界真……冲锋！碾压！大爆炸！全部冲烂，一个不留。尝尝风群导弹，哇哦，找到
刚才我操作的那下可真帅。就是这个吧，先这里，在这里，搞定。抖擞精神，锁定，继续攻击。